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飞碟一分钟。最近新买了一双白色帆布鞋，被男朋友洗过一次之后就发黄了。哼，愚蠢的人类，帮别人洗鞋子之前先问问我好不好。想要防止白鞋子变黄，就千万不要用洗衣粉或肥皂刷鞋，因为里面的酶会在晾晒时和水里的铁离子发生反应，产生黄色的硫化合物。当水分蒸发完后，原来溶在水里的脏东西又会留在鞋子表面，形成黄斑。所以在刷鞋子的时候，建议使用专门的清洗液，然后拿纸巾包好才能晾晒。如果鞋子已经变黄，可以把鞋子放在加了铅粉或者小苏打的水中浸泡一会儿，它们都可以起到增白的效果。同样的，在水中滴3至4滴蓝墨水，再把鞋子放进去，淡蓝色也能把黄色中和掉。要是家里没有这些东西，可以直接蘸点淘米水或柠檬汁，擦在鞋子泛黄的地方，里面的碱性物质和柠檬酸也能起到去除黄斑的效果呢。兄弟，几日不见，你的脚好像变白了一点。不要提起，老子前两天用漂白粉洗鞋子没漂干净。